我们是休闲办事，价钱合理，没什么办不到的。我在休假，挂了。给你当我妈妈。啊，给他家里人打过电话了。哎，小朋友，我说收钱办事不是那个意思，再说你要雇人这点也……还有你这样跑出来，你妈妈会担心的。她不会担心的，我都好久没见过她了，她说过要去开家长会的。骗人。所以你想雇我当妈妈参加家长会吗？嗯，我都跟我班里的同学说过了，我妈妈会来的，不是不要我了。通知他家里人等会去接他，然后我去家长会。给你，你要专业一点哟。好的，老板，我办事你放心。教他那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见您来开家长会。一个人带孩子还要在外打拼，确实不容易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我牺牲休假帮你，你还不开心啊？我想妈妈了。佳佳，佳佳，为什么？妈妈。太麻烦你了，太麻烦你了！听说佳佳跑了，我赶紧回来了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麻烦啊，我也是收钱办事，对吧？你向前，我来。